家人们，今天刚好在加油哈，给大家录一下，在俄罗斯的这个局势情况下哈，这个油价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？再加上我们现在汇率很好很好，我拿银联卡刷啊，成功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卡刷要刷多少钱啊？是2819卢布，快去吧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加了53升油，花了136块钱。53升油2819卢布，我花了136块钱。你们忽略我的余额啊！